因为人潮那么多，炭火在烤，哎，龙眼木的香味，5个小时就卖300碗，开多久？1个多月，炙烧大肠，我你看那油，那个原汁原味的米线，开了多久？创意欧姆蛋，客家咸猪肉配意大利面，史上最浮夸，感谢爱神药遥遥1234冠名赞助播出。